自己太捧场了。147的速球回，这棒被母鹰扫右半边，哎呀，拉得稍微早了。对，但最后走了153的速球，徐若曦振臂的呐喊，在满垒的情况，他最终三振掉了魔鹰，躲掉了满垒的失分危机。台钢比较可惜，送了满垒计没有得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永真，欢迎订阅魏全龙官方 YT 频道，并且加入会员。每个月只要75元就能收看龙 TV， 还有主场赛事转播，还有更多精彩直播节目哦。